节目要感谢我要我的滋味1635的大力支持。今天真的不希望我今天在他来的时候我的嗓子会是哑的。还好了、哦、我跟你说等他真的等很久了。对，因为他在歌坛就有铁嗓的称号。是，而且我们很爱他的个性和他的歌。对、嗯、他的歌我几乎啊都能唱。你来请好不好啊、嗯、各位朋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歌坛的天后娜姐。欢迎娜姐。放了五个疯子出来，没有，因为刚才就是画面极度的那种高格调，然后洋气，因为英文嘛，各种的高格调，我们五个一放出来，我的妈呀！不，其实以你的高领在那，猴子出来了，对 ，hold 不住了，这个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很有底气啊，为什么呀？大姐在这呢，谁是你姐啊？娜姐，二姐呀、啊。哎，娜英你知道吗，他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沈阳明星俱乐部。对，我是会长吗？他居然是会长。我是这么想的，你别为了让我们沈阳明星更加那个具有凝聚力，然后又发扬光大，然后我们的这个名字叫沈阳明星会，我是会长，但是这个会长没有实权的。不是，我能问一下目前是加入你的明星会的有哪些明星？有我呀，吴昕呐，朱子骁啊。还有这是什么非法组织？几博然有的时候也来。谁是会长？谁买单？但是最近好像在谈小沈阳。
那可以啊，我可以当会长。我觉得如果有了，真的如果有了娜姐，你们这个档次就层层的。真的、啊。对，我可以收费啊。刚才你没上来的时候，我们在底下聊，就我们制作人当时还刚刚开始工作进台做导演的时候，就特别想请你，结果这么多年了你才来，所以你是不喜欢我们还是？我特别的喜欢我们的快本。我特别只有自己人才简称快本，对对对，或者快乐大，真的啊，对，因为我就是在家有的时候工作回到家，湖南卫视它有重播，对，我就是那个时间才能看到，看深夜的那个，对对，所以你以为我们都是上夜班，我一直以为你们一直录到天亮，对，我真的好敬业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来？因为这么多年，说实话，快本排不上队。是，这是真的，排不上。我要不是因为出了新专辑，也没有机会来。他的意思是，他想来，排不上队。你知道，快本的这个门槛很高，还要会唱，还要会玩，还要跟大家能够有互动。我们年龄这么大，怎么互动？年龄大在哪儿了？年龄大在哎。真的，而且你说年龄大的时候，你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何老大，咱俩差不多的辈分，对不对？我哎，那英是一个多可爱的人。我上一次见到她是在国外，然后在一个他带着他老婆。哎，他给我讲过，就是。没结婚，没结婚。那个，你没发现一直哎？像梦一样。等一下。我也不必把泪都放在自己的眼眶。娜娜，你是说早知道就梦一场已经没了是吗？不是，不是吧？是这样的，每次你没发现贴那个我的老婆的照片，对，和我去都贴的丁薇。老丁同学是这样，我呢就在我们在旅游的时候，然后呢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哎，你看那个，是我朋友先发现的，说哎那有个女孩特别像那英，我说哎呦还真像，然后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因为她坐在一个十字路口坐在那。坐在马路边，然后人家那是一个还不是一个咖啡馆，是一个自动售卖机，然后旁边放了把椅子，然后娜英就在那买了一杯水，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我说亲爱的你干嘛呢，我们俩拥抱了一下，特别异地相逢嘛，特别开心。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看人呢。我跟你讲，我觉得大姐也想不到在那儿会碰着熟人，对对对，他过来一抱我的时候，我那个水都快掉了。什么事儿也有人认的。他特别休闲地坐在那，然后我说你干嘛坐在马路上看人，他说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坐的是一个那个十字路非常著名，有很多时尚人士会在那边一个时尚聚集点，然后呢他还有对他大概还有一个小时要去机场，然后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我才知道他的个性很可爱，他不是那种就是会在酒店里面浪费这一个小时或者很匆忙的去买东西，他说我就坐在这看看人，来来往往的男孩女孩穿的都很时尚很漂亮，他就觉得很好，对，就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对生活不是他对生活很有感悟力的人，不是是因为钱花没了。所剩的盘缠只够买杯水。而且还买不起咖啡厅，只能买自动售卖机的。那个便宜，真的那个椅子其实是管售饭机的那个人坐的。对，对，我直接给薅过来就来个，就是哈基没把戏的。他这次的唱片可有话题了，第一个话题就是天价的大牌的和声，阿妹给他做的和声。对，你知道找他，对，找他就是我们在白金录音室，在录音的时候，然后白金录音室有几个录音棚，每个门挨着门，你把这道门打开就会跨到了阿妹那道门，然后进去呢就是狂聊一阵砍的聊，最后关系都套得特别亲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蔡健雅说，娜姐我们应该录这个我的幸福刚刚好的合音，少一女生，然后我们俩看了一眼，走就直接去那屋把阿妹就拉过来了，然后呢蔡健雅说妹你听一下这个旋律你会唱吗，然后阿妹听会啊会啊会啊，
然后说走进去唱，就直接连名带见就给薅去了。开始只是好像说你到我们这边来玩会儿，对对。所以哇，对，这个、所以这种就这种连蒙带骗的呢，我们都不敢怎么讲，今天给暴露了。哦，对，其实你们不是为了找这个噱头，只是说少一个女生，然后隔壁正好有张惠妹，对，现成的嘛，啊、不用白不用。梦醒了是王菲，王菲啊，对，也是好像也是薅过去的。对，王菲也是，因为她那个时候有机会探班，嗯，然后她来录音棚，我们正唱到这个如果梦醒之后在一起，然后中间的音乐就断了嘛，断了，嗯，然后我们几个就说，哎，怎么唱到这段这么干呢？少点东西。然后我就回头看看她，我说你有想法吗？然后老王说，来进来唱，就进来了。然后啦啦啦啦啦啦，人家免费帮你唱，你还丑化人家。所以这些有才华的人不用白不用。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是机缘巧合，也不存在什么花钱请什么大牌来那个什么的啊。你花钱你请不到。也不也是。当他们都，我们都已经请，就请他们，求他们帮完忙以后，我在内心深处，他们录的时候，我一直暗暗的发誓说，嗯，说有机会，你们有机会用到我，往死了用，但是他们都不用我，没有机会，没有刚好，对，啊、对, 对，因为机缘巧合吧，因为如果你、就是、比如说、阿妹录歌的时候，你专门飞过去一趟，这事儿又弄大了，其实他就是在隔壁拉过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就是我觉得是好运气，这是这样对的时间哈、这张唱片就是有一个好的，就我觉得真的是机缘巧合，嗯，预示他一个成功。下次我们录唱片能够去他们录音棚，我们不是去他们那溜达，对，我们先打听那个娜姐在哪录，我们就重金租他隔壁的棚，在那吃。吃喝是吧？然后我们就说啊，娜姐，我们这里好干，你就。娜姐来录完，结果整首歌只用了她一个人唱。对。放到我们的专辑里。没问题，只要说快本需要一主题歌的和音，您来一趟，我绝对唱。哇！哎，呦呦呦！台长，台长。下张专辑赶紧啊！我无以回报，我没别的什么好给了，我手上这戒指我送，您自己也要。哎呀哎呀呀、哎、呀！其实她是我老婆。哎、这个好巧了，哎呦！折、哎、瘦，哎，赶紧这头又接不起这个。你老婆我有点大了。被娜姐叫一声什么感觉？啊？被娜姐就是何德何能的感觉，就是这边娜姐叫你，哎，她叫我老公，那又如何？那又怎样？你听听，你听听，打歌呢？对，那又怎样？哎，这个对，等一下，这个专辑的名字，最会这种就是这个专辑的名字有两种说法，啊、你们先说说看，那又怎样？你会。有什么那怎样？我觉得是有一种解读一下专辑，有一种大将之风，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我已经独树一帜了。就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九年在发这唱片，就是说，就是已经无所谓，那又怎样？你爱我或者不爱我，那又怎样？我要做我自己。欣欣，你能懂你姐？就是东北话、沈阳话讲，就是爱咋咋地吧。对了，对我就这样，能东北人怎么说来的？对。爱咋咋地，爱咋咋地，对，咋咋地。你呢？这么大气、啊。娜娜，你觉得那又怎样的意思是爱咋咋地的意思吗？你讲英文也行。哦，懂了。不是，哎，那个，那又怎样？那又怎样的英文就是，不是，你不要就简单的说，你得配合有一些动作了。那又怎样的英文就是 so what？ 哎呀妈呀！太有才了你。可是我觉得你们都只说了一层含义，就是爱咋咋地这层含义、我的解读就是九年之后我们来看看那英又变成什么样子了，那又怎样了。哦，那、该不会你们还没有想到这一层？我们说不起来。其实我想的什么、我想的就是他的做人就是很多的人生态度。娜姐啊，以后再对我冷漠的话我就说那又怎样。就放那英的歌，可以说爱咋咋地，对不对？他没有，他很冷漠的对大家。我没有，我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就是那天我们玩晚了，我就是没有。没有玩录节目。录节目录晚了，然后我就是这，就是很累很茫然的表情。他就说我对他冷漠，太敏感了。但我跟你说，只能表示你心里对我对你太重要了。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我已经不是朋友了。那是什么？
狗屎湿气。娜娜，啥都我可以抱你是吗？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我说错了，我以为啊，对对对，你讲了一下，在我心里面，他是狗屎了。不过这一次呢，说到话题嘛，还有一首歌也很有话题，就是跟林宥嘉一起合作的歌。最大的话题就是在 MV 当中，那英扮演了林宥嘉，就想象这两个人的画面啊，他们的脸啊，他们的样子啊，那英扮演了林宥嘉的学妹。啊，那个时光穿越。时光穿越。时光穿越。你们不要没礼貌，你们这怎么能那么惊讶呢？时光穿越。对对。是他是有多不像学妹？刚才呕了的。出去。而且林宥嘉还要管那英叫英子学妹。对，这是你知道他叫那一句的时候我就也有点抖。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MV 的画面好不好？来，你看，你还记得我吗？记得，英子学妹，过得还好吗？托你的福，过得还凑合吧。嗯。你真记得我？当然记得啊。我想找你再帮我按一次软件，就是那个可以回到过去的。怎么你三次都用了？都用了。可以啊，可是这样作弊是骗不了你自己的。人生没有完美的，我们都有遗憾，而且你自己都试过三次了，你应该是最有体悟的，不是吗？何况你现在都有孩子了吧。谢谢学长，那就不麻烦你了。等一下我帮你安。在哪里呢，朋友？在大桥下，还是山顶之上？你是否看到那美景，显现在远方，寂寞了黎明？但是平心而论，我觉得扮相还是不错的。对啊，而且我觉得演技很棒，表演相当到位。你不觉得我像他妈吗？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学妹，今天这么多学长，这个老乡在这儿，我们可以假装那英是我们的学妹，然后要演出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首先海涛你演一个，就是这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学妹，你要跟她学妹表白。学妹告诉你，学妹告诉你她已经有师哥了。这会被灭了。这明明你也知道快乐大本营的门槛很高的。来吧我豁出去了。来，英子学妹，好久不见了。你，啊？哎呦，这哪有学妹的样子？还没掉发去。谢谢学妹对我的照顾。又白又胖的。谢谢学妹。怂了，人家是一个特别斯文的那林宥嘉，你知道吗？就一直绷着，这个有点像二傻子就来了。那个斯文的，来加演斯文的。然后这个学长是你非常尊敬的一个学长，就是林不同的。对，维嘉是演的一个很还可以，就是设定一个，就是他暗恋我多年，可以，就是他一见到我就很羞涩的。OK， 好。凭什么要暗恋他多年？
哟。我要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你知道吗？我开始就走，拯救一下。对，我开始就走，然后我就说这学妹叫还是不叫啊？我就说该不会我走出去还不叫？突然她悠的时候，我这背上那凉气。我觉得维嘉你还是没有学长的气质，让娜姨姐入不了戏，只有何老师了。我来啊，我来啊。爹。牙掉了。一个是不正经，一个是老爷爷，瞬间被大会长秒杀，气死我了。安可玉、张静林，下一节更精彩。真心话大冒险，火热上演，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看到呢，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不带这样，必须得公平，必须得公平。那英为何联合众筹钱针对谢娜？早点。大家一起喊出想的那个名字。好，何炅，何炅，何炅。谢娜，你娜姐我不是那么好惹的。更有辛辣问答震惊全场。快乐家族谁会先有宝宝？行吗？这个话题，你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从音乐这个环节稍微出来一下，我们玩一个，我们玩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快乐家族和那英的游戏，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哇！为什么适合她？首先大家知道那英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东北女孩，跟朋友一起有时候喝一杯，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知道她个性爽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之前也流传了很多关于娜姐在江湖上的故事，都是非常，就是解气的。你想干什么？解气，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很多话是很多艺人不敢讲的，但是娜英讲就讲了，那又怎样，对吧？但是今天有运气，有运气。首先有个转盘，就快乐家族五个人都在里边，然后你也在里边，咱们就转到谁就来到这个缸子里来挑。好，挑到了真心话就说真心话，挑到大冒险就大冒险，可以吧？好，很公平吧？对吧？因为今天导演我们就问导演就。六个人啊，台上怎么做成一个转盘呢？他说，你个嘞，我们说哪多了四个嘉宾吗？不是嘞，一个组成一个那英，一个组成一个那英。这是这样，这是我们之前我们快乐家族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我们写了，但是你也可以写一个你想要大家做的，比如说大冒险或者真心话都可以。啊，我就写一个，写在上面然后扔进去，对啊，公平嘛，对。那我问，我可以。就指名还是说就不要点名，就是不点名，因为不知道谁会抽到你这个。就你想了解的事情。哎呦，我想了解的事儿忒多了。好，我帮大家挡一下，就别让大家看。娜娜，你先对。别太惊人。我这样，我也不看，我也不看啊。别太惊人了，娜娜。转过来，海涛。那让我挡吧。对。哎呀妈！哎呀妈！想起了一个笑话。我以为天黑了，原来是海涛从窗口经过了。好了，来，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那英版的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看到呢，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我觉得特别公平。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那我就先转了，好吗？好。哇，好紧张啊！这要再转不到那英，就真的有鬼了。是什么？等一下，不着急。我往下。好意外！情况，我说吓死我了！娜姐，你真的十分之一的几率你都赚到了。
有。这样没有没有，真没真没。我们如果下一个还停在那儿，我们就不算。你咋那么闷呢？对，如果下一个还停在这个位置，我们就不算，就不算。对，就由那英指谁是谁，就谁就。我觉得就把它换到，就是如果再指到这个方位的话，就把它换到对称的这个位置。如果再指到这一格还是这一格的话，就由那英来指定一个人，就是这个上面都行，好的，任何一个人都行，好吧？好，你先来挑一个，下一个。别挑了自己那个啊！我在你的微博关注中，你最想取消对谁的关注？你知道微博里面会有一些朋友，他的微博很啰嗦，而且无趣，但是又碍于情面，你又不好取消对他的关注。如果是你的话，你敢不敢跟大家讲你最想取消对谁的关注？其实就小声，你可以说有没有这样的人，然后小声跟何老师说，就是不要告诉就是大家不知道，因为那个朋友听到的话可能家里吐血了。我没有取消过。有没有想取消的？就是看他的微博，你觉得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有一点点。嗯，谁？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了。对，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影视边缘的人呐、啊。也会就发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我曾经手要摁取消，后来我一想算了。你是这种个性的人？对。你会有拉黑粉丝的习惯吗？你知道这个是吧？我知道，就是知道骂你的人。对对对对对，有会拉黑哈。我有拉黑过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你不能接受的？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就是这个评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他已经扩张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了。对，就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忍，对不对？不是，还不是不能忍，就有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心理阴暗的地步。对，你就觉得他为什么能想到那儿呢？这样人，你凭什么来给我评论啊？不是啊，不是，你不是无心拉黑的粉丝都快比他粉丝多了，他的黑粉比较多。这个回答算不算很坦白？可以吗？非常非常好哈，好吧啊 ，OK， 好。谢老师，你有想取消的人吗？啊？你有想取消？哎，你讲吧，跟我们讲，但是我们绝不说。哎呦，因为别关注500多个人，何老师关注了400多，快500了。我就说你们的微博怎么那么有意思？我才关注了100多一点点，而且我的名单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大本营本期导演张东的微博，我觉得好有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几个的微博都没有张东的有意思？不是，就是你们除外。我觉得我很有意思啊。不是你们的关注你那些猫猫狗狗是吧？你关注娜姐了吗？不是，娜姐现在换套路了，不是猫猫狗狗，都是我。你关注娜英了吗？现在我去拿手机。妈来了啊！开始。我把这个针挪一下，就不会是保证谁这个啊。对。好，来了啊！哎呦妈，紧张啊！哎我啊！我觉得有问题。还是到那儿又不行，来我们转起来吧，哎、转起来，转起来啊、哦！来。好晕哦，出去觉得有问题。还是那儿，还是那儿。不是不是不是，是还是那儿，还是那儿。好了，耶、yeah!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耶！耶！耶！抽到个最猛的，哪边的你们？我们是哪边的？那你看。我来哎呦，娜姐那个，天哪，缘分终于轮到我了，哇，这个有点好怕的呀，是吧？对，他只能写，因为不知道谁会抽到，他只能写一个泛泛的，写的什么？我没有点名。快乐家族谁会先有宝宝？行吗？你们觉得行吗？我们一起说是那个。对，可以吗？一起说。我觉得以合法的程度来讲，大家一起说出这个名字，快乐家族谁会先有宝宝？海涛。海涛啊。对啊，我觉得海涛有可能。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四个月了。我就是宝宝。怎么这样说瞎话呀？行吧。好，来啊，继续这个。没考到何老师这个。这也太容易过了吧。哎呦哎
果下次还是这块的话，对对，我们就点名就不对了哈。哦，哎，怎么少了这么多？只有这么哈，我帮你看啊。你在娱乐圈有没有谁是见到他你就掉头想？有没有？你可以说有和没有，然后把名字悄悄告诉何了。哦，就是那种死敌，就是见到他就想走，烦，不想跟他在一起。我看见妈咪，我扭脸就走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俩特别好。特别好，扭脸就走。对。年龄比你大，然后然后回家给他拿点小孩衣服，给他孩子穿。哦，啊，还有呢，好朋友，还有呢，这是好朋友吗？好朋友吗？没，有仇家吗？对呀，啊，仇家，仇家。你不说仇家，就是你真的很讨厌。你觉得我这性格会有仇家吗？要有仇家，都已经自杀了。那个被骂的，你不记仇的人，对不对？对。你有什么事儿就去解决，早就会说出来。对对对。OK， 好。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有问题。怎么？你还可以随时任意可以调？我以为你们没看到。我们没看到。导演，怎么总像有吸铁石一样？没有没有没有，确定没错。哎呀呀呀呀！吴昕。耶。昕，来抽。沈阳姑娘不好惹呀。来给我看，喝醉酒之后做过最丢脸的事情是什么？哎呦，太多了，我老心姐啊，真不是盖的。这海涛，你是说咱这东北姑娘是吗？她真的，她可虎了。她吴昕是不喝酒的人，但是一喝就能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最丢脸啊，最丢脸，必须说那件。如果你说的那件没有超过我知道的那件，我就会把你那件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一件非常丢脸的，好几件呢。嗯，你干脆直接说那件。我就在电梯里喝多了，然后我们几个都在。他不是在电梯里喝的，他是喝完了回去的时候喝多了在电梯。对，然后他们几个都在，我就因为有一个好朋友在我身边，是我们的新朋友，不太熟悉他们，就外国人，然后我就挨个拉着他们，比如说这样的何老师嘛，我就说，你给我看看，他是谁？然后就挨个指，他是谁？他是谁？然后他们几个就没有一个人理我。最尴尬的是，还有一个别的人，就是不是我们一伙人，也在电梯里。吴昕就挨个的问，那你说他是谁？然后我们一群人说，这我们还真不知道。真的，就是喝多了是吗？对。然后因为那个嘉哥平时特别不好惹，然后海涛说，那个你今天保护好自己的手，因为你昨天指着他的鼻子问他是谁。你呢？你会？我喝多了，啊，我就是喝多了，通常他们就找不到我了。去哪儿呢？在洗手间蹲在马桶那儿就一直睡，然后就睡着了。睡在马桶上。当然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也不会很可怕，就一下下就不去洗手间，回来再继续闹。那我有的时候如果在 KTV 大家一起唱，然后他们就说，哎，老娜呢？我已经躺在那儿，拿一堆垫子把脸盖着，喝大酒就睡觉。他属于那很温和型的啊。最后一个好不好？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我来，你来转，你负责搬这个，你负责转。我。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真的。我们就这个，就这个尖儿，好不好？这个尖儿对着哪儿？这怎么转呢？这样，坑死我了！对，我是。好吧。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转，你转吧。这怎么转起来呢？就转外面，本来就转。我来转。嗯。再把这个弄。对。好。转吧。开始。你们想，希望是谁呢？谢娜。谢娜啊，好。等等，谢娜，掰折了。不带这样，必须得公平，必须得公平。谢娜，你也有今天。导演。大家一起喊出想的那个名字。好。何炅，何炅，何炅，谢娜。哎呀！
惹的？情况怎么成这样了呢？来吧，三个抽一个。这也太神奇了。对，这无限怎么都不可能、啊。这是群众的力量。竟然看死是有用的。百姓的心声。真的，我紧张到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这紧张到仔细看到都要吐了，惊死我了。对对对，盯着开始会的，开始认字儿啊哈。好，来，交出来吧，老太。你敢把现场各种不同的酒兑到一起喝下去吗？哇，你说那英姐，我今天怎么就那么巧？这就是一个陷阱。不是，重点是你自己抽的。这根棍要不折，他还轮到我呢。来，亲爱的。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喝下去我就正在吃胃药，没事，这怎么办？你先对，你先有让那英对，对完了之后自然有人来帮你喝。那英对是吗？对啊，当然是那英对了。好，好不好？我对吗？对，这是酱油吧。昨天就喝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莫名其妙喝这个，跟神经病似的，就是一瓶一瓶的干。因为我最近做养生节目你知道吗，昨天我就提议说我们几个男人喝这个呗，喝这个药酒笑起来了。何老大，手下留情。您说到多少啊？走你，我来干。那樱桃呗。好，红的。哎呦。这是白的。啊。白的。要加吗？加。盖儿。昨天的酒还没醒吧？我错了。哎呦啊。哎呦。谢小姐。那长沙名酒嘞，长沙名酒。哎呦喂，哎呦，我喜欢这个，这样，这个可以了吧？娜姐是温柔的。既然说所有的酒兑到一起嘛，就再来一个啊。这一样的呀。哎呦喂，这也是白酒是吗？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次看你的那个访谈，说现在你喝酒一般就跟你老公。在家里面喝点红酒，我们就一点点，一点点。但是在年轻的时候，这就是我的。这杯喝下去大了，这叫。我觉得快本残酷而玩的有点狠哈。对，残酷而无情。是这样，我给你多少奖金啊？你敢干这个？没钱，没钱，没钱，你来快本干什么？找的一种快乐。我们是为了艺术的。我太同意了，我们就是要快乐，就是要快乐。对，那你喝了它就更快乐。这事儿是这样的，尝一口，尝一口，你就有资格要任何人喝，而且要说出理由是吗？嗯。品酒的吗？八二年的。八二年的混酒。那年为什么是八二年？因为那年的葡萄阳光特别好，葡萄都很酸。所以叫飞啦。掌声。娜娜，什么感觉啊？真的，我不敢再有一种喝到拉菲的感觉。首先我是这样的，我今天就首先就是请娜姐小闻一下，好吧？我就闻一下。唱歌的，谢谢。哇。那年的阳光特别好，澳洲是不一样的嘛。Of course， 对。好，接下来娜姐闻了，她已经感受到这个真正的品质了。行了，太棒了。再走两步，那酒全洒出来了。海涛，海涛作为会长拿出沈阳人的豪爽来。我真心的祝愿你们东北那个会啊开心。你如果现在能够就是自己把那英姐的那个征服唱一遍，一个字儿不差，你就不喝这酒。这样我们都公平。没有这样。你们东北会长一切平安，一路走好。那
我们掌声给海涛。这样我喝，然后你没事喊停行不行？啊，好，他喝到差不多，大家喊停。嗯，海涛，你妈妈电话在哪儿？挺好喝的。停！好了。小朋友，海涛，我特别感动，那个穿粉红衣服的妹妹眼泪都快出来，你刚和她就停。妹妹，我清晰的记得，因为你坐第一排，你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当我说我要喝的时候，你，Oh my God！ I know。Yes, it is。海涛，队长说一下，来。我觉得后面应该没啥事了。啊。白酒都在上面飘着呢。接下来就是这样了。哎呀！真神经病！行行，我知道你不能，可以了吧？不能喝，可以了。他不能喝，闻一下好吧？因为是女生嘛。好了，怎么样？也差不多了。了何老师，你来一小口。喝一点点，娜姐的专辑大卖，好吧？何炅，我难得来一回，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别干！哎，那个粉红的，你是海涛女朋友是吗？哎，干了！我很好吃。您说，我仰慕你多年啊，咱俩戴了一模一样的戒指，娜姐表白了，咱给她干了吧？干了。必须的，谢谢。干了是必须的，但干之前得有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娜娜刚才那句话，今天这个男婴来，我呢喜欢他的歌，在这个舞台上一直撑着，撑到他来了。别呀，我不敢再说了。而且我特别高兴的是，他来的时候我们的状态还依然这么好。快本哈，对吧？我要不是一会儿唱歌，我就先干了。我要不是一会儿能听到那么好听的歌，我还不喝了。真的，懂你，掌声鼓励。哇！真的很恐怖哎。可以，不要了。好了，不用了。可以了。你在干嘛？给我拿来。水。哎呦，你快看娜娜。给我。我还能喝。我们为谁而干？这杯酒。娜姐。没有，我们为那英而干。那英的新专辑叫什么？那又怎样？哎，我刚才怎么这么软绵绵？谢谢大家。没想到。刚才其实那一幕，我看到了有很多你们的友情和真诚，很感动。对，这都是场面上的。打死你！我真的看到了，特别感动。你觉得平时是友情？平时都是这么的。哎呦，没有，因为很多青少年看这个节目，青少年他们不可以饮酒的，所以就是好朋友在一起是小酌为。哎，你说这个对。对，小酌为好。我觉得是这样的，酒是个好东西。我真的，酒是人类的一种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酒品很重要。不能把就是喝酒闹事的这些人把罪过怪在酒身上。是，你如果是个有品的人，酒是可以对身体也很好，然后也可以怡情的，只是说别贪杯。尤其是药酒，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喝完酒绝对不能开车。对，这个很重要，绝对不能，好不好？好，夏天的碗随你便。中国两大影后强势来袭，掌声欢迎。迷糊炎炎是要雪耻。对你的表现，你上次快乐大本营我们同学都看了，然后在课堂上老学你翻白眼。怎么又来了？我说我也不想来。哎，你不想来了，却反遭快乐家族整蛊。就是给观众问好。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看的。一代女皇刘晓庆气势惊人。康熙来了，这些节目都请你去，说等了你两年了，是不是？不是两年，一般我上这个节目都是属于做评委会主席。我没有想到，就是小庆姐会来上《快乐大本营》。幸会啊！私底下却是受气包。
你的团队怎么敢欺负你呢？你当然敢欺负我，比方说我很想去喝咖啡，你们可不可以陪我？很可怜的这样说的，结果当时他们俩不去，被他们严词拒绝。要不要考虑换一批工作人员？魏晨、陈翔齐齐亮相。昔日正太变身运动型男，就是宅啊，特闷。比如说你来带球，我们是抢不到你的球的，基本上没有。帅！太心酸了你。像一只那种牛蛙。我看你不是这样的，好像。对。面对精神挑战，哇！他们能否完成？我比较恐高啊。下周六晚，随你变，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好的，谢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英和他的新的专辑《那又怎样》。对啊，支持支持。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我要我的滋味、伊利优酸乳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具娱乐精神，就看快乐大本营吧。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